我画画没有拜师，我是在一个画家的工作室里面，然后边赚钱养孩子，然后边跟那个画家看他们，接触画家看他们的画，然后去看画展，然后去看画册，这样啊，慢慢摸索，慢慢摸索，到现在已经画了30年了。我对画画非常非常的有兴趣，画画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一个兴趣。因为家境的关系，我妈妈是童养媳，我爸爸我小时候我就离家出走，所以我在宜兰赚钱，就拿钱回宜兰养孩子，这个当中没有亲情，没有互动，那亲情是零的。那我的画都是在画我的感触，我的一生起伏很大哦，爸爸离家出走，妈妈童养媳，我在这个大家族里头 的那个困境，然后单身养孩子那个困境，没有亲情的那个困境，我有一种盼望，那我只用一个盼字，盼望的盼，那个盼跟孩子互动的亲情，从零当中才有那个感觉，感觉那个盼的感觉，那盼的感觉是一个精神面的，没有一个形式。那我是专攻抽象画，所以我把那个盼的感觉用这个一片一片的片，就是一片那个盼望的心，我就是用这个片的感觉把它感觉出来。那这个盼望是在底色很暗的这个底色中，不是很开朗的这个底色中去盼望，去盼一个盼，一个盼日，然后就用这个片片片去呈现那个盼，然后这个流动，就流动这个线条啊，就是一个进行式。我很盼望，很盼望的那个进行式，都在画面上很明显的就能够呈现出来了。我们的这个历史啊，红线就是那个媒人呐、媒人牵红线呐、都是一个好事嘛，哈。那我在困境当中画了30年，就有那个感觉，希望碰到一个媒人这样拉线，所以我这个作品是红线，就红线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希望有人提拔我嘛，碰到贵人嘛，所以我这张作品呢，这一些线条就是很开朗、很高兴的这个当中，盼望得到一个贵人相助，所以我这个红线里面的内涵就是在这一些。